78年前的今天，也就是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，宣布无条件投降。中国人民同世界人民一道，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和法西斯主义。这是正义战胜邪恶，光明战胜黑暗，进步战胜反动的伟大胜利，将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和人类正义事业的史册上。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，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。日本政要设靖国神社消极动向，再次反映出日方对待历史问题的错误态度。中方已向日方提出严肃交涉，表明严正立场。我要强调的是，切实正视并深刻反省侵略历史，是战后日本得以同亚洲邻国恢复发展正常关系的必要前提。中方敦促日方认真汲取历史教训，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，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，避免进一步失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。